两粒橙除以三就完了吗？每个人吃三分之二粒嘛，就完了嘛。那乘以三个人是不是还有两粒？不知道题目。三个人。吃两粒橙了，两粒橙了。两粒一整个。啊，两粒一整个。那平均每个人吃三分之二个，三分之二个橙。二除以三就完了。